也要自首的，拜两三天年，我们就放到明天来吃咯。那时候我妈妈哦，她啊煮这个斋菜哦，我们广东人叫做熬斋，熬斋呢就是煮好了哦，熬斋，熬斋。所以是跟着你吃。这个斋菜啊，要隔一天吃啊，它是很好味道的，而且这大爷啊。它差不多好像是聚宝盆这样子，因为它的材料很多嘛，那些全部是素食的东西啊，有香菇啊，有那个啊豆腐啊、干蒸鲤鱼之类的东西啊，所以哦，它这好像聚宝盆这样子咯。新年的时候，我喜欢在家里那有些菜哦，也是有意思的，像我做这个白斩鸡哦。Yeah, keep please.Thank you. 如果是蒸那个金钱片哦，金钱片是我妈妈。Oh, snake. Snake fish 啊 ，snake head fish. 蒸金钱片呢，就是用到生鱼，因为生鱼哦，它是圆的嘛，它生。完了，我们这样子拿这来切一片一片呢，它好像金钱这样子。这个生鱼哦，你洗干净了，你就跟它切一片一片，因为它生鱼是圆圆的。你不要拿太大整的了，你切出来不好像那个金钱这样子吗？圆圆这样子了。它的配料有红枣啊、香菇啊、金针啊、鱼儿了，还有姜丝，看点生抽啊，还有胡椒粉、麻油、绍兴酒、绍兴啊、cornstarch oil。这样我们半年了，马上就可以发酵不蒸了，不用等腌制什么的。水分了啊，把它放下去啊。你蒸出来哦，我妈妈讲这个金钱片哦，是好像金钱这样子买地金钱哦。哎，说清楚了。我妈妈她是这样子做给我们吃啊，还有哦，我妈妈有时候搞不清啊，我们四川话啊叫做顶到大。北岛呢就是地豆，上就是一团的意思，就是地豆团，不是是糯米团的那个是煮咸的。首先我们把这个glutinous rice blend， 加 sugar， cooking oil。 Hey， remember cook this one 啊， the recipe 啊。你说然后拿回来就拿那些重的东西啊，哦，汤圆啊，one bowl 来的啊，不就是 slice bowl 啊，现在我们是很方便的，我没烦恼啊，哎，有点人经汤圆了，过年有年有烦恼，是吗？住在那边，然后我们哎，你看呢？然后我们拿这个纸浆给他看。啊，新年的时候啊，我们年初一啊，吃早餐的时候就煮出来啊。有些人他们年初一是吃汤圆的嘛，其实他的做法也是跟汤圆差不多的。汤圆只是搓圆罢了，也有放那个馅料，就像我们有花生的馅料。现在已经 OK 了。然后我们就包那个馅料，像我们拿一团哦，看你喜欢大小粒啦，像我们做一个杯形这样子，一个窝这样子哦，就把那馅料放下去。对啦。刚才我们是炒好了花生哦，去了它那个衣哦，我们就把它打碎它，打碎它哦，就加那个糖下去，等它拌匀它就可以了。这个地豆团哦，这个是我婆婆他们的拿手好菜。我们不是讲要新年里面吃啦，好像平时啊，有时我们婆婆他们讲啊，今年不要煮饭吃了，吃这个地豆团啊，就是煮一大锅这样子咯，一人几粒，一人几粒就吃到很饱了的了。现在好，这个汤哦，我们拿一片那个老姜哦，跟它拍扁它。刚刚哦，那个锅热了。我们放牛下去了，把这个姜几行的，才几行。少啲嘛，即系阿伯，阿伯好中意行嘅，俾啲
Put salt, but what side is salty, inside is sweet. Wow. Full, full of money. Wow. Oh, they have to blind the rice one. Put cooking oil. Cooking oil and salt and sugar. Okay. Yes. Why the blood roll with the plastic, not in the bare hand? Because the one easy for her, ma. Not mess the, not dirty the table also. Mỗi cao vô này á, bên này